他不请他的意中人了，下面请三号丸子先生赶快把爱情保单还给这位小姐。这位小姐，请你把你的6块钱还给丸子先生。哎，我就想这个老王怎么这么主动呢？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快让双方友好的握一下手，然后我们交接。好，来合作愉快，来站中间，丸子哥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，姑娘，请把那6块钱还给丸子。6块钱，放我们工作人员这儿的啊，来。王哥，我玩着。好，下面丸子来，快把这6块钱还给哥。王哥，我玩着呢。你快点来，咱们一步归一步来。现在是执行的是这一步，对。玩着呢。快。不对，王这一步完了，下一步是还丸子。快点。玩着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，我的助理把丸子给我拿来，来。王哥，你这咋办吧？拿着，留个纪念，王哥吃过的签子。好，王哥一个礼拜，你查查嫂子。好，给你留着吧啊。这姑娘7六盏灯都灭了，都不说安慰安慰人家，就想着自己6块钱的事，你能不能行了？我这6块钱不单单是为我要回来的，我想把它其中的一份送给这位姑娘。因为他今天这创意我特别喜欢，爱情保单，爱情保单，任何的一个保险能保得了爱情吗？不能。任何一个保险公司能保得了爱情吗？也不能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有人能，谁呀？恋爱中的那一男一女，你们能。好，姑娘把这份爱情保单留下，接下来和你牵手的，接下来找到你的那个男孩，你们两个一起来签这份保单，用自己的真心来签，好，这才是最有意义的，好，是吧？来，红红火火的缘分天使送给你，谢谢燕子姐，玉真棒啊！掌声送给姑娘，加油，加油。